一电话应对或传送简讯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沟通方式，下列电话或简讯用语恰当且合乎礼仪的选项是 C. 指定人不在，对不起，承办人不在座位上，稍后再请他回电给您。二，下列语词使用正确的是 A. 令原出门在外，希望自己保重，这是捉襟给他的一点心意。三，下列选项何者属于道家的思想？A. 自其意者是之，肝胆除月也，自其同者是之，万物皆异也。四，人越有名，即使自己不骄傲，别人也会觉得你有骄傲之感，这是常情，故我们更要谦和有礼。此段文字旨在说明 C. 念高为则思谦冲而自牧。五，买不起豆腐的人对哪卖豆腐的就非常的羡慕，一听了哪从街口越招呼越近的声音就特别的感到诱惑，假若能吃一块豆腐可不错，切上一点青辣椒，拌上一点小葱子。但是天天这样想，天天就没有买成，卖豆腐的一来就把这等人白白的引诱一场。于是哪被诱惑的人仍然斗不起决心，就多吃几口辣椒，辣得满头是汗。他想，假若一个人开了一个豆腐房可不错，那就可以自由随便的吃豆腐了。果然，他的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问他，你长大了干什么？五岁的孩子说，开豆腐房，这显然是继承他父亲未遂的志愿。关于豆腐这美妙的一盘菜的爱好，竟还有甚于此的，竟有想要倾家荡产的。传说上有这样的一个家长，他下了决心，他说，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不过了的三个字，用旧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毁家书难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破产了。下列选项与上文意指最为接近的是 C. 食物的魅力往往难以估量。六，知听卖货人达到继承照顾，敢不养体，但是才妄讨大价，以绝后言，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叫小弟惭愧？况避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根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符合文意 ？C. 买货人出高价，卖货人不好意思卖。七，桥真是奇妙的东西。他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单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众吨的魁梧把你凌空拖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居，简直是以桥为安，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长而恒牵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的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下列选项何者与本文意旨最符合 ？A. 桥的空间让人观览思索，八大而走四方，仅可糊其口；四而名读书，清禅止好酒；三而为西游，性命在朋友；四而好志气，大言不泥扭；二志更善题，千衣所灵偶。老人精力衰，知有来年否？而背目功名，瞥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笔，斯人灵凤叟。阿堵与剑善，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以上诗句最主要的是在表达 D. 父思念子甚深，酒席日系延伸后意，今朝接到眼前来。衣裳以诗行看尽，真想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臣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怀》三之二，诗中所说的此恨是指 B. 死别之痛。十，番薯种自番邦来，公君立时亦其哉。岛人冲孙兼酿酒，奴是山药与玉葵。耕漫今夜皆可啖，遂兄直能救天灾。奈何苦岁又苦兵，遍地鼠空不留该。岛人弃宿主将前，反称系是浪喧灰，加之则伐庆其才，万家鸡死孰肯哀。呜呼，万家鸡死孰肯哀。卢若腾番薯谣，下列选项何者最符合作者所批评的现象？ A. 抱脸横针。一，下列文句成语使用正确的是 D.
day， 天气转凉，金风玉露，黄叶渐凋零，已是入秋时节了。二喜我曾眠三径菊，今谁又抱一山诗？山水精华重八季，桂相较则掩千秋。这两副对联所指的古代文人分别是 day 陶潜、斜线柳宗元。三界耳学甘露，莫若情道义。常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患人之为患学志。范植借而直八百字，这是训诫晚辈。C 积学广才。四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静思静中，退思不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未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孝经事君，下列选项最合乎本文意指的是 B 见君主有未善之处，设法见证。五黄庭坚云：枢机要发迟，饮食戒位后。愚人逆于波，君子逆于口，足见古人的持身处世智慧。下列选项何者与上文合 ？A. 枢机要发迟，乃因神志常失之名，造成启动迟缓。六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失三焉，念其抱骨无主，将二童子持本叉往一之。二童子有难色然，语曰：一，吾与尔有比也。二童敏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路为三坎埋之。又以之鸡犯三鱼，皆欲涕涕而告之曰：呜呼，伤哉！亦何人？亦何人？吾龙场一臣于尧王守人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之尔俊逸，尔呜为乎来为资山之鬼乎？古者众去其乡，游宦于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已也，尔亦何辜乎？王阳明亦吕文，根据上文，下列哪一个选项最接近作者心境 ？A. 同情共感，勿伤其类。七当我四处行走之际，我总有几本书防身。我读著书本，有时候我寻书中线索走进陌生城市的僻巷酒店或黑暗城区餐厅，并特别感到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有某位知识丰富的友人与我相伴，我其实并孤单。每一本书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位前行者的存在，你并是一位冒险者，你只是一位追随者。下列选项最合乎本文意指的是D. 书提供资讯，旅人可以按图索骥。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寂寂满江月，白云江上风。人家半临水，烟似一身中。已照帘风软，披衣觉漏浓。海峡先日上，倒映碧芙蓉。会试其南中及小发桂溪。下列选项何者叙述错误？B. 二诗皆写声音，李诗以原声暗喻人世纷扰，惠诗以终身衬托内心宁静。九钱钟书读书成痴，富似甚广，也爱买书，甚至大方地将书送给需要的人。而其夫人杨绛在一篇《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一文里，却提到钱钟书深谙书非借能读的道理。此说有其深意，也关乎阅读之法。关于前世此种书非借能读的说法，下列选项叙述最正确的是 D. 借来的书是自己所有，必然会急着读完。时有个学生从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的办公室走出来，捧着一大堆书，低声抱怨：总是这样。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可以回答是或否，却给我十几本书，说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庞德事后说，虽然费力，但哪学生如果能好好钻研这些书，他就可以真正了解哪个问题。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符合庞德院长的期望 ？A. 学思并重。一下列选项何者正确无误 ？B. 甲，请问令妹在何处高就？乙，舍妹任职于国家图书馆。二五零路生以文字受获，有思及其家，家有老犬，哀嚎咂月，道路闻之莫不泪下，里人啖之以肉，不食，猝饿死。后陆氏招雪归，为老犬独留在，收葬如人礼。同事思尔书，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最能形容文中老犬 ？C. 犬马恋主。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大部分的事情以前都发生过，只是时间、地点、人名不一样而已。这是为什么读历史可以以古见今，帮助我们解决现在的问题。阅读别人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现在的困难，激励自己再出发。同时，人一旦发现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受过这个苦，心中不平之气就会消灭许多。这是为什么在医疗上支持团体这么有效的原因了。依据上文，下列叙述何者最正确 ？A. 阅读增加忍受挫折的能力。
四，现在我们的小说是极其自由的，其解放程度可能远超前人想象。鲁迅和沈从文一辈先行者，如果活在今天，亲眼目睹他们的后代在文字、意象、技巧、形式以至于基本假设等各方面高度放纵的创新，想象无穷的变化，恐怕免不了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我相信这个判断不算大胆，因为我自己虽然也在小说创作这条路上蹒跚学步多年，读到同代尤其是晚一辈的作品，往往也会感觉我坚持的这种写法是不是过于墨守成规，甚至落伍了。依据上文，下列选项最符合作者观点的是 A. 文学传统崩坏 C. 手法创新多变五楚人有生而不是僵者曰此从树上结成或曰从土里生成其人固执己见曰请与子以食人为直以所成驴为堵以而便问食人皆曰土里出也其人哑然失色曰驴则复乳僵还树生僵盈科雪涛小说依据上文最能符合楚人形象的选项是 C 坑坑之性牢不可破六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明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事便于行路中年遇之一行之非掩葬文事记其自改。年登昏患暴慢日资竟以言语不责为周替抽长信古云。言之推言是家训根据上文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 儿子最后因为言语不检点而死于非命。七莫对青山谈世事此间风物属诗人这副对联主要的意思是。抛开红尘牵挂感性享受自然八父亲跟我之间很少谈过什么在家吃饭我们是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我总是第一个吃完并且离开最后一个吃完的总是母亲这中间我们家人很少交谈这样的吃法我觉得很自在很方便很有效我大学毕业回来教书后他赌输钱跟我要钱我总是说有本事赌才去赌并且举我自己为例说我从不赌博欠钱或没钱赌博我还是给了他钱我跟他说赌博除了输还有赢他当然也想赢赢得作为他的儿子的我对他的尊敬看重赢得他对什么东西都显出一副不屑样子的儿子的欢心一如逐渐老去的我也想赢得早就步入青春反叛期的我的女儿的注视注视父亲的世界依据上文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C 有深刻的自我苛责自我谴责的叙述九范成大无传录记载荔枝由产地运送的情形乃至寻常用兰络盛注涂玉透风不知为雨漏沾洒风日至薄金素色香都变是取数百颗注以大河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移高送二使者一两细道二军回书云风漏之气如新依据上文其新的实验方法与结果为何 D 以大河密封送达四从枝头新摘使讲任何问题都不能承认某个人拥有特权尤其在学术领域里在科学面前更没有特权的位置对于某个问题不能说只有我看到了别人都看不到宣称自己掌握了规律看到了本质是荒唐的科学都不能随便谈何况规律一个人如果宣称自己看到了全部规律那他就是上帝他可以洞察万事符合上文旨意的选项是 C 人非全知全能不可能掌握世间所有问题的规律一朋友的眼镜型开张要送对联庆贺下列何者较适切 B 悬江小日月照彻大乾坤二走过闹市只听哪些居民人家接二连三莫不书声朗朗门首都竖着金字匾额也有写着贤良方正的也有写着孝悌立田的也有聪明正直的也有德行其如的也有通经孝廉的也有好善不倦的其余两字匾额如体仁好义循礼笃信之类不一而足下列选项何者意思与不一而足相当 D 不计其数三下列选项前后中词意相同的是为严肃有返乡无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连其勇而用之斜线属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疑为孔明之父常以职位闲散样样不平愿谤无已四孟子曰名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下列最不符合孟子名贵君轻思想的选项是彼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五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礼无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鸣耳
是说心语归真，下列选项最符合本文意指的是 D 把握机会，与时俱进。六有乘国马者，与乘骏马者并道而行。骏马蹑国马之宗，血流于地，国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畏之故，如不知也。既骏马归，除不食，水不饮，立而立者二日。骏马之人以告，国马之人曰：彼盖其所修也，吾以马往而御之，斯可以乃如之。于是国马见骏马而鄙之，遂与之同立而除，不忠实而骏马之病自已。李敖，国马说，根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错误？ A. 国马怒而不发。七点，人必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世界中自己寻觅，坚持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人不能有幻觉，对世界的道德地位不能有同似的乐观，更不能期待任何此事或他事的力量或秩序来保证自己行为的后果在道德上的地位。一个人如果不能冷峻平实地面对世界的现实，则他所有的只是和现实无关的信仰以及亢奋激发的盲动，现实的逻辑会调侃他的热情，击垮他的信念，扭曲他的理想，把他的努力化为空幻。本文意指示 C. 理性思考在于自主的信念选择。八，我用砂锅煮，焖它几分钟先盖一次，拿着瓷瓢轻绕着锅底慢慢磨，仿如急着倾注一种流畅的情感，反复地磨呀磨，总算提早磨出了粥糜。烂熟的气泡声此起彼落，宛如千百只饥饿的雏雀飞来，张着鸟喙一起发出那种嗷嗷待哺的声音。是那么好听的一种喜悦。一个人为另一个人静静地煮粥，依据本文，下列选项何者描述错误？ B. 时空交错，情感深挚。九，湖心亭雄立空阔，石碗照在山，倒射水面，星月挂东，所不满者半归。金盘玉柄，与夕阳彩翠，重轮交往，不觉狂叫欲绝。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对联，甜梅吟动，安得借咸阳一句，乐此夜帐。张金元，湖上小记实则湖心亭。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叙述正确？ B. 天上与湖上光彩绚烂交织，令人惊喜发狂。时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情绪低落、抑郁确实与使用脸书有关。其中一项明显的关联是，使用脸书时常会陷入社会比较，以及在没有客观标准下，会以他人的状态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误以为别人比自己拥有更幸福、成功、精彩的人生。当陷入脸书的社会比较，觉得自己不如他人时，就容易引发对某件事反复回想的反刍性行为，而这是忧郁症状的核心特色之一。依据上文，下列叙述正确的选项是 D. 使用脸书时，有些人会因为他人比自己幸福成功而抑郁。下列文句都有同音词出现，使用不恰当的选项是D. 国内出现重大工程官说弊案，有心人士从中盈利，竟然超过正常盈利所得。二，五月一到，虫灰纷纷从冬眠中醒来，开始来报道了。入夜屋里亮起了灯，他们便攀附在纱窗上伺机。蛇木蝶多数时间冷静专注，如一位入定的禅者，在某个阴暗处望着一株草沉思。他们不会入定到离魂丧魄。当你进入警戒范围，他们会从你意想不到的方位遁飞而去。四月流萤迅起，流光挂上树梢，挂得真快。先是疏疏几点弹落，仿佛然而经不住一日二日三回驻足，呼呼一转头，碎光焕发，一下子就轻快愉悦的灯花闪了满地。上文空缺处最适合填入的语词，依序是 A. 气暗投明斜线槁木死灰斜线似有若无。三，有一段时间，我曾一直想如何快速致富，可是做新闻工作，领的是薪水，唯一能想的是省吃俭用，省点小钱，想发财，门都没有。转换跑道，去创业吗？没准备好，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继续在内心煎熬。一直到我读到《论语》这一段话，我终于得到启发。孔子说，穿着破旧的衣服与穿着狐皮和皮衣服的人并肩而立，不会感到惭愧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吧。如果能够做到不嫉妒、不贪求，哪做什么事都能够畅行无阻。上文山结处最适切填入的是 B. 不志不求，何用不臧。
四等你从反复的天气里恢复过来，斜线其他都不重要了，斜线人家不喜欢你皱眉的样子，斜线我却不会从你脸上寻找平坦的风景，斜线度过的岁月都折叠起来，斜线并没有消失，斜线在甜其甜腻的合唱里，斜线坚持另一种口味，斜线你想为人间消除邪热，斜线解脱劳乏，你的言语是晦涩的，斜线却令我们清新明目，斜线重新细细咀嚼这个世界上文所描述最可能的事。 C 苦瓜五，想象一下，19世纪的人骑马、遛狗、驾马车，一切是慢动作。接着到了20世纪，摄影机的速度加快，书的内容缩水了，浓缩本、简明版、文少图多的小报，所有东西都缩减得只剩下插科打诨、仓促结局。经典作品删减，好配合15分钟的收音机节目，然后再删减，好填塞2分钟的书评节目，到最后只剩下10来行的摘要。许多人对哈姆雷特的认识，你必定知道这个书名，如我所说，他们对哈姆雷特的认识只是某一本书中的一页简介，书的封面写着一本书读完所有经典，根据上文，20世纪人们生活节奏改变对阅读行为产生的变化是 D 节奏越快读得越浅。6我们观看病中老人如观看一生修炼的总检验，有时可以看到自己父母在与病魔缠斗的过程中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出类拔萃的智慧，这是幸运的，父母以肉身示范教学，教子女宝贵的最后一堂课，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有时看到的是至亲一路溃败，遂目睹病魔的手法如何令病者哀叫、咆哮、恐惧，当此时我们必须坚毅设停损点，不可让病魔伯爵至亲之后又以至亲为饵，擒拿了一家分崩离析。每一个病中长者都可以开我们的眼，要不看到抵挡的勇气、爱的行动，要不看到强敌压境，一路残杀。下列选项最符合本文观点的是 D 生命并非无风无浪，从前人的经历中可得安老善终之道。7有些天真的人会问，如果我们都讲同一种语言，世界不是会更美好，促进沟通不是让我们更容易相处？我的答案总是这想法很好，但让我们把哪个共通语言换成北美海达语或西非约鲁巴语、北美拉科塔语、北美因纽特语或非洲闪族语，人们马上就能理解不能讲自己的母语所代表的意义。我没办法想象一个不能说英语的世界，原因不在于英语是多美的语言，而是因为英语是我的语言，英语完整展现了我这个人。但同时我也不希望英语像某种文化神经毒气那样消灭其他的人类之身，清除世上其他的语言。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作者对于语言的主张？ D 尊重多元，传承母语。8切斯人生世间，与之庄严为论，则听者寥寥；与之血浪诙谐，则欢声满座。是孝真化之圣，而化实孝之君也。山中一细化，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符合文意？D 笑话所产生的人际影响力大过于庄严。9张潮幽梦影，善读书者无知而非书。山水一书也，其酒一书也，花月一书也。善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书食一山水也，诗酒一山水也，花月一山水也。下列选项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C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石勒杨子远寻师学，一年来归，七贵问其故。杨子曰：酒行怀思，无他意也。妻乃引刀屈肌而言曰：此之身自残茧，沉于肌柱，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瘴痞。今若断丝之也，则捐尸成功，积费十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救易得。若中道而归，何意断丝之乎？杨子感其言，复还中夜，遂七年不返。后汉书列女传，下列选项何者与上文意旨相近？C 有为者，譬若绝井，绝井久任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依下列成语的解说，何者错误？ D 鸟尽弓藏，只对环境生态的维护，既能永续经营。二下列题词的使用，何者正确？ B 结婚，祥开百世。三杜甫，前出塞，其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狗能致清零，岂在多杀伤？本诗反映的国防思想。下列选项何者错误？ D 军事强大则可以制服四国。107年公务人员高等考试三级考试试题代号30110。
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是其君，子是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见矣。易经坤文言，下列选项与上文所述意涵最为接近的是 ：C. 履霜兼兵，因使宁也；训至其道，至兼兵也。五孟子公孙丑云：欲民不以封疆之戒，故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下列选项与本文说法最不符合的是 ：B. 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六礼制，党即卑，公惮之。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犹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莫之何矣？何也？礼制此论不乏对人性有深刻的反省。文中理应填入下列哪一选项最能符合诊断的文意？彼比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义壮而志一绝，孰能止之？七国家之虚富也，如消腹呆食；穷民之疏将也，如挖脑出髓。唯有思者，前迫于督促，后慑于处罚，心计曰：与其得罪于能治我能处我之君王，不如忍怨于无若我何之百姓。是故号令不完，追乎计之矣；追乎不完，追处计之矣；追处不完，而凌与而治故。将盈科、崔科，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之叙述何者正确 ？C. 有司之昧上科下，昧于权势，不恤民苦，曝露官僚黑暗。八朱自清，论意义，语言文字比较复杂，而非习见习闻的，就得小心在意，才会豁然贯通。韩非子《礼说》宋人读书，看见身之术之一句话，便在身上系了两条带子。人家问他。他回答书上这么说来着，根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与朱自清所言相抵触 ？D.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所记未必是最正确的，应善加体会。九爱因斯坦，如果没有追求理解的热情，单靠科学方法本身，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连科学方法都不会产生。在我看来，方法的完美与目标的混乱，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真诚渴求全人类的安全、福祉与自由发展，绝对不乏达成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方法。即使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类为追求这个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的卓越性终究会获得证明。依据上文，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 真正的科学方法必在正当目标的引领下形成。使这些被一部是君子们所摒斥的民间故事与歌谣，到了现在还能够在民众的嘴里传颂着，这样生命力地继续挣扎，我们是不敢轻轻看过的。何则？因为每一篇或一首故事和歌谣，都能表现当时的民情、风俗、政治、制度，也都能表示着当时民众的真实地思想和感情。所以无论从民俗学、文学，甚至于语言学上看起来，都具有保存的价值。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在世界各国早就有了许多民俗学者与文学家从事过了，其所收获的成果也都是大有可观的。然而我们台湾虽说是也有许多先人的遗产，但除却于报纸上、杂志上时或看到片鳞片爪，可说是绝无文件的。依据上文，下列选项最符合作者之意的是 ：B. 搜集民间文学得以体会庶民的思想与感情。依下列中各组词语，何者前后意义完全相同 ？B. 今日我就去探一探他的虚实。尚书举和，请下廷尉，复按虚实，行其诛伐。二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副对联最适合悬挂的场所是 ：C. 诸葛武侯祠。三猛虎之犹豫，不若封差之志士；骑骥之踽逐，不如驽马之安步；孟奔之狐疑，不如庸夫之避志也。虽有舜禹之志，隐而不言，不如应龙之指挥也。《史记·淮阴侯列传》依据本文，成就事功的条件，何者最为重要 ？B. 具体行动。四《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义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根据文意，下列说明正确的选项是 ：A. 饮食男女是人天性自然的欲望。五君侯制作谋神明，得行动天地，比参造化，学就天人。信愿开张心言，不以常衣见具。必若皆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事万言，以马可待。李白《与韩荆州书》：李白在信中表现自负文才的句子是 ：D. 日事万言，以马可待。
六人生忽如寄，寿无经时故。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完语素。下列诗句意涵，何者与此最为相近？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七贞观十年，太宗为侍臣曰：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调格。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禁忌，根深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吾今贞观政要，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其旨意？ A. 同罪一罚，非刑也。八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楫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是也，其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洗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孙子，根据上文，善用兵者最重要的是。D. 使全军上下齐心合力，团结紧密，面对各种客观变化的局势。九昨晚我从墙角取出二本未读完的旧书，掸去尘埃，发现扉页有许多度余注释的痕迹。我错愕地捧着书，如果不是要整理书架，非但书皮将沾惹更多尘埃，恐怕整本书也难免要变成断简残编。想起古人，更觉得惶悚不安。依据上文，最不适合填入的选项是 D. 夙夜为谋。十知识经济鼓励学习与创新，建构新的知识网络，扩展知识的流通，其目的意在于促进组织的成长，展现竞争优势，确保居于领先地位。基本上，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成长需要以创新为动力，包括技术创新，如新产品的制造、新生产方法以及新材料的使用，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些创新作为必须结合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才能让组织不断的成长。因此，各国发展知识经济乃是透过学习和创新的方式提升人力素质，确保经济成长，促进国家永续发展。依据本文，对于知识经济之叙述，正确的是 C. 知识经济的目的之一在于体现竞争优势。依下文内最适合填入的词语依序是：孤本于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桥东五十里，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出世耳。不义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更其义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三国演义 C. 欲邪献方邪献岁。二下列格言名句意涵的对应何者最为接近？ B. 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百岁老翁攀枯枝。三下列对联所使用的场合或对象何者错误？ D. 经营不让陶朱富，贸易长存管暴风，报关行代号90510。四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影响巨大。自万历十四年以后，造反者大多喜欢把中的话当作口号，如替天行道等等。一些造反首领还使用中人物的名号，是以吕被列为禁书上文中应填入的是 A. 水浒传。五亚里斯多德曾说，友谊是住在两个身体里的同一个灵魂，这句话所表达的情感或观点与下列选项所指涉的对象最接近的是 C. 知因其难哉。因时难知，知时难逢。六创新是对的，我同意，但不一定要搞出新玩意儿出来才叫创新。你的价值不一定要是做出别人没做过的东西，也可以是把别人做出来的东西做得更好更精。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元素，就会有人买。根据上文，作者对于创新的看法与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 D. 创新可以奠基于前人经验。七点人所考虑的东西永远只限于当时。如果吃了点苦，就会产生这个苦一定会持续到永远的错觉。可是人生中有时却是只要翻过这座山，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就算走投无路被逼进死巷，还是可能出现刚好有人打开家门让自己穿越后门逃走的意外发展。根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其意？ B. 生命历程有时像柳暗花明又一村。八如果人在宇宙中感到怡然自得，自然会像母亲怀中的小婴孩那样天真恬静。中国历史上有趣的人物都像个大孩子，例如孔子处在四面楚歌，生命危在旦夕时仍然弹琴高歌。也曾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叙述，如将诸葛亮用一妙计救了自己。当时他手下无兵，已坐困愁城，于是他登上城墙，坐在一处醒目的地方，悠闲地弹着琴，并向敌人招手说：“请进来吧，
敌人却吓慌了，怀疑城里埋兵布阵，于是落荒而逃。上文以孔子与诸葛亮为例，称许哪一种人格特质？ A. 从容不迫，定力过人。九，我们现有的文化只是人类在历史上努力与牺牲的成绩。为什么人们肯努力肯牺牲？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虽则他们的肉体与智识有时候会诱惑他们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们认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价值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的会得兴奋，不其然的自己牺牲。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赎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上文所述主要在期许无人应当具有 A. 不可动摇的信念。十，沙石海滩上，戴鸭舌帽的人牵狗散步，海湾上空，灰鸥与黑鸽回翔，风近乎薄冰，正好让人有一些感情的距离来感受这一切。最想念的还是台湾。什么时候，岛上的人民也有一湾洁净的海滩，牵着孩童散步？有一座古城或老街，让年轻诗人在历史的苍茫里冥想。有闲着稳郁森林的寻常街道，可以沿路思索生活的重担是不是甜蜜。有到处可以栖息的美术馆与剧院，让灵魂上岸。有瑰丽的画作装饰我们的墙壁，有磅礴的作品安慰苦苦寻觅的心。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法国寄游，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A. 期许台湾有更美好的自然与人文风光。 11.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就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本阙词所抒发的主要情感是 B. 伤春习时的惆怅情怀。12邯郸道上起秋声，古木荒词也寥清，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败卢生。宋洛《邯郸道上》此诗是巧用黄粱梦典故所引发的慨叹。依据上文，符合诗意的选项是 D. 讽刺世间追逐功名富贵之徒。13须记取哪张皇榜，原不是绝世稀奇，常想着这领皮怎好做终身结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平日服用功，自道临其悔。真能定向，必要指南，设可中钩，无妨败北。张岱《客儿独事》此段文字，作者要告诉儿子的道理，最接近下列何者？ B. 非志无以成学。14《论语》现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明道于今受其次。唯管仲无其被伐左任矣。岂若匹夫，匹夫之为亮也，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从引文看来，孔子认为管仲最主要的攻击是 B. 辅佐霸主，拒斥夷狄。15兵之胜败，本在于阵。阵胜其名，下负其上，则兵强矣。名胜其阵，下叛其上，则兵弱矣。故得一足以怀天下之名，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淮南子《兵略》下列何者非本文中所强调的必胜之本？ B. 地广人稠。16山色潮暮之变，无如春深秋晚。四月则有新绿，其浅深浓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则有黄叶，其称黄倩子，或映朝阳，或回夕照，或当风而吟，或带霜而阴，皆可谓佳胜之极。其他则烟岚雨秀，云峰峡岭，变幻顷刻，孰谓看山有厌倦时耶？张英《聪训斋语》依据上文，下列选项最接近此段意境的是 B. 山色多变化，浅深皆可乐。17竹有君子之道似焉，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贯四时而科业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因折而出，欲服而饮，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中采其而携四下，依训抚养，若诸四群贤之交集，风直赖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若于庭群后，端冕正户而列于堂壁之侧，有君子之容。主有事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王阳明《君子亭记》依据上下文意，空缺处依序应填入的是 B. 中虚而静，外结而直，欲深山然。18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由割谷以啖腹，腹饱而身鄙。若安天下，必须先振其身，为有身振而隐屈，上治而下乱者。振美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是欲以成其祸。贞观政要君道上文为有身正而隐屈上治而下乱者的言论，与下列何者传达的道理最接近？
得，君者，宜也，宜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鱼也，鱼方而水方。十九，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东海之南，则一十里而返，百里而逆，不足以经万里之害矣。方舟之衰，里乐崩殖，天下大坏，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顾而事，则其舟楫足是也。诸子之汲汲而忘返，盖亦有漏舟而将逝焉，则亦随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苏辙《齐州闵子祠堂记》本文以涉海比喻，得福济天下。二十，呈上题，下列叙述符合本文作者观点的选项是 A. 孔子与诸子各依所能以尽力。一，下列何者正确？ C. 董事长老来得子，非常开心，小孩周岁时特别准备盛宴招待大家。二，作史果难乎？据事直书，无未见其难也，作史果易乎？彼则彼，萧则萧，由下能错一词。然则谓之易，可也，盖据事直书，可能也，考定史籍之讹，趋近事物之变，是罔古之际，洞见于彼萧之间，是非之时，谬于与夺之际，则非者，可能也，是故易矣。阅读上文，下列选项依序最适合填入空缺处的是 B. 孔子作《春秋》，斜线学问精博，事件平正。三，《周易》前上九，亢龙有悔，下列何者较符合此爻辞的意义？ B. 处事可知进忘退。四，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为，诸侯立政，时君事主，好恶书方。是以九家之术，封楚并作，各引一端，从其所善，以此持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有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人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义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经一家者各推所长，穷之就虑，以明其旨。虽有弊短，何其要归，亦六经知之与留矣。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古公之才矣。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依据上文，下列何者正确？ C. 九家学问殊途同归，本源可归诸六经。五，其实严格地说，常被人践踏观赏的山已经算得什么山了。如果幸成为名山，被些无聊的人盖了些亭阁楼台，提了些诗文字画，甚至起了观光旅社，哪但称其为山，也能称其为地了。下列选项何者符合上文旨意？ B. 山贵自然。六，翻开旅行手记，在每一个陌生的异国城市，记载每一次的旅行经历，从扉页写到末页，而后回到生长的岛国，手记在像撕开包装纸时那般的心，甚至沾染到咖啡或红茶的汁液，一如旅行人的心也带回些许生命的沧桑与疲倦。打开书桌上的灯，静静翻看手记里走过的旅程，除了匆忙潦草的文字，还贴着某个美术馆的门票、某个城市机场税、一场歌剧的入场券等等。好像长长的梦，却是真正走过。根据本文，下列选项何者属于作者手记收藏的范围？ D. 奥妙的梦境。七，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观路。望西都，一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张养浩，山坡阳，同观怀古。根据上文意涵，下列何者正确？C. 作者吊骨伤筋，感叹政权交替，战火蹂躏。八，刘少，人物志体别，夫学所以成才也，术所以推情也，偏才之性可以转矣，虽教之以学，才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术，推情各从其心。性者逆性，诈者逆诈，故学入道，术周物，此偏才之意失也。根据本文，下列选项何者为作者论偏才的特性？ B. 知变通。九，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亡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王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意而下漏。刘向说愿正理，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本文旨意？ D. 藏富于民。十，为了体验自然，阅读许多生态环保的书，对大地多了一些新的体认。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是用来私有，而是浏览的。童年养猫、养狗、养鸟、养野兔、养野猴子、养山猪的我，再也喜欢这些玩意儿。在生态专家的眼中，所有以龙伺候的养育法都是非人道的。本文与《庄子·养生主》哪句话的意思最为相近？ B. 则至，神虽亡，善也。
一味元、墨菇，治偏五，止骨以神经，是为乌筋，直筋以绿骨，是为乌骨。下列选项何者最为接近上文之意 ？C. 是义则是义，是义则被贬。二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得，从之丹穴。王子搜肯出，越人勋之以爱，臣之以亡于。王子搜元虽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以国伤其身矣。此故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下列对于王子搜的叙述，何者符合上文之意 ？C. 为求保命，宁弃王位。三皇宗熙元君批评小如龟龟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并推崇孟子，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据此推论，下列何者最适合作为皇宗熙所谓孟子之言的例子 ？C. 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义夫。文诸义夫昼矣，谓文是君也。四苏轼所书的《赤壁赋》，文末把语云：“逝去遂作此赋，未尝清出以世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卿之有识志，求进闻，遂亲书以寄。多难为事，卿之爱我，必深藏之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卷未能写，当似后信。是白。下列选项最符合文意的是 ：C. 此本苏轼真迹是东坡为卿之特别书写的。五满分未封，在晋武帝作，北窗作琉璃屏风，时密四书，分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无牛，见月而喘。”是说新语言语，依据上文满分对晋武帝的回答，下列选项何者最适当 ？B. 巧辟解疑。六侯景入朝，以甲士500人自卫，待见升殿，拜泣梁武帝，神色变，使引向三公踏坐，谓曰：“卿在戎日久，吾乃为老景，默然。”又问：“卿何州人，而来至此？”又对其从者任曰：“待对景出，为其相公王森贵曰：‘吾常惧安对敌，使任交下，而易了无不。今见萧公，使人自赦，岂非天威难犯？吾可以再见之。’”南史《侯景列传》：侯景之所以回应梁武帝的问话，原因是 ：C. 震慑皇威，敢回应。七兄长尊义，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将军如何去得？”高太尉哪斯是新帝贬斩之徒，望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他如何见你罪责？如今韩涛、彭起、林振已多在碧山入伙。倘蒙将军弃山寨为鉴，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哪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水浒传》依据上文，符合文意的选项是 ：A. 宋江想劝诱呼延灼入山寨。八下列关于生活的名言佳句，何者叙述重点与其他三者同 ？D. 托马斯曼，人仅仅是作为个人，要过他自己的生活，而且管自觉与否，也都要过着他哪个时代和同代人的生活。九认识别人容易，认识自己难，我们得修正自己的偏见，才能看到完整的世界。台湾急急营营要走出去，没有错，但其实先看看自己的身边。仔细想想，现在几乎每个台湾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东南亚朋友，他们勇敢漂洋过海到台湾，我们有没有相同的勇气？跟他们说说话，认识之后会发现我们都一样。如果能认识得更清楚，偏见与歧视就能相对减少，把自己向上提升一阶高度。文中所述对于偏见的成因，下列选项何者最为接近 ？D. 物自异，待我而后异。使岛屿许多记忆的快速消失，使人愕然。记忆突然消失的惊愕，或许常常是烦躁焦虑的开始吧。上一代的记忆无法传递到下一代，下一代也无法相信自己建构的世界可以天长地久。我们毁坏了过去，我们建构的一切会被下一代毁坏吗？怪手开挖，很轻易摧毁积累半世纪、一世纪岁月的建筑，岁月与记忆一起被摧毁。人对物无情，常常也就是对人无情的开始吗？因为没有任何事会长久，也就难以有坚定的信仰。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本文意旨 ？B. 长久的记忆才能产生坚定的信仰。一，下列哪个选项中的成语运用是错误的 ？B. 一到下班时间，车潮同时涌现，车水马龙，旅系交错，路上交通很繁忙。习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请耳。
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圣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下列叙述何者符合上文旨意。 A. 读书时全神贯注，不旁及于他书。三、五福临门源自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忧好德，五曰考中命。下列选项何者精神最接近考中命之意？ D. 老有所终，死有所送。四、人们常常用眨眼之间一眨眼的功夫来形容时间之快。如果我们用千分之一秒来计时，眨眼这个动作实际上进行得十分缓慢。其实在千分之一秒里还可以做很多事。火车在这个时间里能运行大约三公分，声音则可以跑33公分，超音波飞机能飞行50公分左右，但是地球它可以在千分之一秒内绕太阳转30公尺，而光能走300公里。这样看起来，千分之一秒是不是看起来长了很多？本文意指与下列选项最接近的是 C. 转换角度能看到不同面向。五、今之学子方学文矣，忽而诗，忽而词，忽而书画，忽而经石，自非天才，安能兼美？夫读书所以致用也。然读书自读书，致用自致用，判然两途，未可兼顾。而今之读书者，忽而政治，忽而法律，忽而经济，忽而宗教，无不知之，无不言之，然博而寡要，劳而无功，呜呼可聊之玩，秋之意，游击之社，计也。而能着力，今之耳。连横读书之患在于不博，对读书的看法，下列何者最接近连横之意？ A. 腾蛇无足而飞，无鼠无迹而穷。六、鲁仲千金耻地勤，近看时势化哀臣，有怀岛海翱梁者，无泪田河胜气村。岛屿于京城奋壤，江山从此属移民。焚焚玉石昆冈火，幻尽弘扬节外人。洪弃生台湾哀词，下列选项何者与洪弃生咏怀之事件不同？ A. 割让行程自马关，虎骑中眼泪潸潸。连城照壁飞青羽，何浦擎珠可见骸。七、文公伐袁，令以三日之粮，三日而袁不降，公令疏军而去之。迭出曰：袁不过一二日，以军力以告。公曰：得袁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必也，不可失。乃去之，即孟门而袁请降。国语敬语四，下列选项关于信之成语，何者最适合作为上引文字之标题？ C. 帐默如信。八、我很早就失去无所事事的能力了。如果出门在外，如果没有带书或笔记就焦虑起来，因为觉得会无事可做。这状态也不知是怎么养成的。有一天，我在看电脑上的影片，我发现自己看一看就要去检查影片还剩多长。并不是片子难看，只是我竟连看完一整部影片的耐心都没有，不知道在急什么。警觉到自己的这个情形，就忽然想起在上海看到的哪群人。他们的闲绝对不诗意也不浪漫，极可能是因为失业，或许迫不得已。但是哪样平和的安于现状，其实需要某种宿命信念。哪种稳定，底下有巨大的力量。而随着整个中国的积极奋进，闲人少了，哪种闲适自安的状态还能不能回来？我很怀疑根据上文，下列叙述何者为作者所希望？ A. 得到闲适自安的稳定状态。九、牵牛以息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息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法以崇矣。左传宣公11年，依据上文，下列选项何者错误？ D. 论者认为夺之牛不违反比例原则。十、王之言曰：人之称凡俗夫者，我知之矣。立权求于官，名声臭于食，走于衙门，谄媚百官，而左结为虐。其在外则树狗党，四爪牙，使其乱吠，愚者盲从，庸庸之人各助其非，八减而附和。喜有赏，怒有利，臭泪满前，道奸巧而欲才情，入耳而不凡。驱眉风颊，轻身而变体，秀外而会中。穿高鞋，着短衣，涂粉点胭脂，猎污为艺妓，嫖来又嫖去，肉林而酒池，凡俗夫之得宠于官府，活动于当事者之所为也。无非爱此而难求，是不易焉，不懈贪而至也。穷居于老舍，追思而意远，作佛禅以终日，读诗书以自修，勇于身，心可畏，写于文，亦可书。蒋渭水《送王君入监狱序》，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本文旨意？
C. 敬佩王敏川牺牲小我，争取台人权利。一、帮助陌生的老妪提重物上车，扶持老翁穿越马路，虽是芝麻小事，算上大恩大德，但却常能让老人们称谢连连，温馨愉悦中日上文缺空处最适合填上的词语是 C. 举手之劳，惠而费。二、儒家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要胸怀仁爱，坚守礼仪，行合道义，并经得起外在的考验。人世间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现实名利地位的迷惑和外在强权的胁迫。一个人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坚定，无愧无忧无惧，假外在的浮名虚利来支撑自己，才是真正的儒者终其生命躬行实践的风范和气节。下列选项，何者切合本文主张？ C.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三、登高必自卑的语言逻辑，与下列哪一选项相同？ B. 工欲善其事，先必利其器。四、正板桥有题画师，竹石咬定青山放松，立根源在乱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 透过移情将竹子转化成石头，展现劲竹的可贵。五、言出乎身，家乎名，行发乎耳，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胜乎？周易系辞上，下列选项何者与本文最相近？ B. 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俭。六、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野城，谢悠然远想，有高士之志。王谓谢曰：夏与秦王，手足骈之，文王干时，日暇给。今似交多，宜人人自笑。而须谈废物，符文防药，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轻言致涣邪？是说新语、言语，下列选项何者正确？ A. 谢太傅认为轻谈并一定会荒废国事。七、刘振强先生又投注了27年时间和无法计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回应40年前他的提问：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一套字？他的勇气、魄力、坚韧，终于为中国人建造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系列字体和可供排版的软体。这位80岁的文化人，用了他一半的岁月，默默为中国文字现代化树立起里程碑。他说，在我的脑海里，只有明天，没有今天。依据上文，只有明天，没有今天的意思与下列何者最相似？ C. 深虑远途，无暇逆今日之忧。八、蛋炒饭与青椒炒牛肉丝，是最普通的饭菜，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做。我常听些远庖厨的君子说，他们最拿手的是蛋炒饭。当太太离家或罢工时，他自己做蛋炒饭吃。哪还简单，将饭和蛋炒在一起，外加葱花与盐即可。他们甚至还说，这是最稀松平常的事。其实越稀松平常的事越难做。顾仲的《小养鹿佳肴篇总论》说，竹茶朱先生曰，凡是庖人手段，须真意也。一肉，一菜，一斧，庖人抱运力见矣。盖三者即平易，即难出色也。竹茶，是朱遗尊的字。朱竹茶是甘家大家，著有《经籍考》。他也是青瓷名家，同时又是各知味人，留下了一本食谱，称为《实现红蜜》。顾仲是清浙江嘉兴人，特别偏爱《庄子》，曾著《庄子千万言》，剖解前人滋味，人称顾庄子。他的《小养鹿》共3卷，载饮料、调料、菜肴、糕点的制法190多种，以江浙味为主。他们都认为极平易极难出色。如青椒炒牛肉，能将牛肉炒得滑嫩而腻，青椒恰脱身而爽脆；蛋炒饭能炒得粒粒晶莹，蛋散而碎，就非易事。本则短文在说明什么道理？ C. 最难是寻常。九、晋平公问于齐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齐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齐黄羊曰：国无畏，其谁可而为之？对曰：武可。平公曰：武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吕氏春秋孟春记第一，依据上文，国人称善是因为齐黄羊。 A. 知人见达，识人文素养、品格教育影响人们的心灵活动和外在具体形貌的呈现，他们是一体的两面。
受过充分人文素养熏陶的人，自然就能展现出良好的品格，而陶冶人的品行，如果少了人文素养一环，恐怕也会失之僵化，失去人多面貌而有趣的天性。仍然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台湾怕穷，只要民生生计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穷并影响台湾未来的发展。我最怕的是，台湾的社会缺少人文素养，台湾对自然环境缺少环保意识，而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国民缺少品格教育。这些因素的欠缺与否，只影响个人能否安身立命，也是台湾未来前途最具关键的指标。下列选项何者符上文之意？C. 国民生计的足，将使人文素养与品格教育无法落实。